昨日我逼咗班工人喺街市買餸嘅時候，有條賣魚佬講話俾佢聽，那個賭神係你。我當堂嚇咗一跳，然後得啖笑。喺呢個世界上，都居然有人自稱為賭神。佢當我流咩？亦即係隱形眼鏡。我坐喺你都嘥氣，我對眼就睇穿曬啲牌講乜？咩叫特殊功能？你話我瞓醒無你話我瞓醒無厘頭啊？我話你瞓醒望狗狗啦，差我都有聯絡電話，係香港334-5678。在香港334-5678，你不找我无所谓，因为将是你的损失。十点后不要打你，因为我笨了。是这样。